买包，哎呀，怎么讲买包的包画面出来了？回去，哇！反正我都不敢给朋友去参观，参观一次就不见几个，所以你挑一个。很久没见，对呀，美丽的娘娘想你了。我迟点要去澳门，我们要约澳门见，因为去看我那个 Tiffany House。哇哦！我听很多朋友跟我说很漂亮，很漂亮。看完然后可以 shopping， 买包。哎呀，怎么讲买包的包画面出来了？回去。好，我还没看过包。哇，旁边那个呢？还有很多，应该都有吧？你那些是珍藏品哎，我没有那个，没见过，再给我看一下，哇，漂亮！反正我都不敢给朋友去参观，参观一次就不见几个。对，你挑一个。人家来你家不见几个，我来就不见一个而已。带我们去参观一下你的家，跟 Tiffany House。约起来，帮我问候，帮我亲一下你老公啊。帮我问候一下那个向先生，我的龙五哥。结果没想到一点，结果长一样，跟柯佳嬿一模一样。嗯，有人分不出来到底是左边是千里还是右边是千里，左边是佳嬿还是右边是千里？我就是一个演艺圈的明星脸，你就是走那种漂亮的就对了哦。那个谢坤达是哪里啊？谢坤达。对啊。谢坤达。他不是。怎么留我在这边？谢坤达，他的节目还是我的节目？你这边有没有嘉燕姐在你旁边啊？什么？嗨，小哥，你们在录完很大，我就跟嘉燕睡啊。哎，睡隔壁。你们在旁边是不是？那个肚子还好吗？啊，哦对，要快点啊！那嘉燕也要加油一下啊！催生哦。赶快先投票，催票要催生哦！你看人家结婚多久，马上就有怀孕了。哦，加油！不要给他压，我上来直播不是要看你，我是要来看他。好，我拿回来了。有还是有，宪哥还是在。真的是，不用担心。怎么到哪里都有啊？不是，我刚刚想说。我去戴个墨镜，结果没想到一点，结果长一样，跟柯佳嬿模一样。嗯，好了，赶快去投票了，因为今年没有我的事。今年也没我的事，因为佳嬿你还是有你们的事啊。他们有得奖的话，就会分到你那边去、欸。哎，什么意思？他们有奖金啊。哦，奖金不重要了。觉得嘿嘿，你生儿子我给100万，生女儿我给200万，嘿嘿，觉得好邪恶。有人分不出来到底是左边是千里还是右边是千里，左边是嘉嬿还是右边？我就是一个演艺圈的明星脸，就是我有时候像宪哥，有时候像汉杰，有时候像露露，有时候像嘉嬿。哦，那是。你是多面人，你不是双面人。喂，你就是走那种漂亮的就对了哦。那个谢坤达是哪里啊？谢坤达。对啊。谢坤达。他不是，怎么留我在这边？谢坤达，他的节目还是我的节目？你干嘛一出去啊？滑到了。哦。